由工商聯會及澳門通共同舉辦 MPay 線上數字服務平台講解會，在澳門工商聯會會址舉行，中聯辦經濟部處長鄧強等一眾嘉賓出席。 MPay 線上數字服務平台是澳門通為支持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而特別推出的服務，首期將為餐飲、點餐、零售及生活服務行業的中小企提供便捷行業數字解決方案，包括線上營銷、支付、一站式自主管理後台及豐富增值服務。中小企業是我們澳門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佔比達到90%以上。舉辦這次講解會，希望可以幫助企業加深認識數字化營銷，俾唔同嘅中小微企可以能夠揾到佢哋合適嘅解決方案，拓展市場覆蓋嘅範圍，帶嚟更加多嘅商機。本次講解會由澳門通專員向與會者詳細講解 MPay 線上數字平台運作，現場亦安排一對一諮詢環節，為中小企解答疑問。